再去看一下这个灯笼花，上次自己先开的那个花蕾已经开败了，但是又长出了很多新的花蕾来哦。看到了吗？这个灯笼花这样吊在这里是不是很漂亮？尤其是这个风一吹一吹的，然后在这里闪闪的。这个灯笼花的花蕾真的很多，上次只给它埋了这个长效肥，刚好今天的这个天气降温了，可以给它施点这个营养液了。因为自从给它上盆到现在都没有给它施过这个营养液速效肥，为了让它开更多这么漂亮的灯笼给我看，现在就给赶紧给它施哦。因为这种夏天，进入夏天能有这么凉快的时间真的是不多，得到一天就抓紧。哇，忍不住多拍了一下，真的很漂亮。给它喷这一个簇花营养液，老规矩还是两瓶盖兑两升水，先给它喷液。在它的这一个孕蕾期，如果温度不会太高的话，最好是一个星期给它试一试这个营养液，这样的话它开的花才更多更好看哦。 OK， 搞定了。